你的外送打工一个月赚多少钱？これ飲んだらこいつは暇だ。如果是要我卖的话，也要五六万吧。我们不是做那一种的，我们是日式酒店，不是你想的那种代出厂。那你们卖什么？我们收到线报，今晚这里会有毒品交易。我再提醒你，不要太沉迷，那些都是假的，真真假假，谁知道呢？做牛记的心力不简单呢。洋酒生意，之前那个彪哥就一定是他的恩客，他哪没有看起来那么单纯？31、18，特别号是29。你们如狼嘞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全部都还。你就做到今天吧。如果连这里都不要我的话，你不等于逼我去死吗？屌通，就乱了。